当南方人组团来东北炫饭，被蔡亮震惊了。终于回来了吧？啊，锅盖来了！平时就这么多吗？对啊，锅子太大了。这肉末茄子上面真的全是肉末啊！我给你们来一块子吧，咸咸的，酸酸的，牛肉筋，都很下饭吧？太下饭了！哇，大家快来，真的得松一松，帮忙，来来蹬一下，蹬一下，来齐心协力帮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朱飞。到了东北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想做一顿东北菜，但是呢，东北菜的特点是什么？量又大，然后东西又多，你一个人还没吃就已经饱了，一定要带我去吃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夹起来了？哎呀，刚刚我出门啊，这几个人就非得跟着我，求着我呀，要我带他们一块来吃啊。三二一，走！哎哎，别走啊，别别不别！好好说，真实理由是什么？是这顿饭量啊，费一个人吃不了。这我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说一下这家店，其实两年前我们来的时候，临走前发现的。我看这门店一模一样，都没带变的。对，这是我们吃两年前来哈尔滨吃到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大碗肉，一个东北菜。也不知道两年了还咋样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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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好，老板，哇，两天没见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老板还记得你吗？当然，你们四个我全记得。你看吧，嗯，四台加沙拉油，四台加沙拉油，哇，看一下我们排队的盛况，再说，镜头，稍等一会儿了，好，嗯。我就说两年没见了吧，刚才其实也没见着他。在哈尔滨真的近视的人生存很困难。对对对对对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今天主要主打一个朦胧美，独立看花啊。哇，拒绝的是炒煎饺，上条新鲜吗？吃了，我惦记两年了。那点一个点，还是几个辣妹子？就是辣还是中辣？中辣吧。放三个辣妹子。哎哇，你记这么清楚，说你能吃辣？哦，对。啊！锅包肉，锅包肉也来一个。哎呦，大，特别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在我们饿死之前上道的。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肉，大碗肉。他家店名就叫大碗肉。哦、哎呦，来，哇，二米饭，二米饭，二米饭。你看来了一下子下来，尝尝一下。哎呦，特别喜欢这个，这个我已经好久没吃到了。嗯，好吃，我太香了。尝一下，在哈尔滨的酱肉啊，是咸咸香香的。哇，这个肥肉也很好吃啊，不怎么下饭。嗯，我就想干肥的，必须干肥的，咸咸的，晚上真香。肥肉接力赛。哇、哇，那上面这块我是真不行了。哎，行行，你过给我。然后我给 Coco。别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玩意贼香，这贼香，这真的，这搁以前，这是我姥姥最爱吃的，肥一点的，不用特别嚼的。我姥姥也喜欢吃这个啊，很香的。姥姥，姥姥，你多吃点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肉末茄子。肉末茄子。这肉末茄子上面真的全是肉末呀。香。哇，这么快？哇，真香。你小心，小心，哇，豆腐来了。终于回来了吧？啊，菜有名菜啊，好，谢谢。他平时就这么多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么多。哇，这菜也太多了。这就是东北的菜量啊！它这个盘儿，它装菜装出了一个弧度，它装冒了。装这盘菜和端它都有水平啊，都挺难。其实你能装，不说明什么，你能端到桌上，那才是本事。后面有直播呢是吧？后面有直播呢吗？日常。还会有个微型锅包肉。哇，这块太大了。哇，脆。锅肉太大。我这超脆。这家做的是甜度大于酸度。好吃。好吃。
哇，这锅包肉挺好的。只有他们东北哎，能把锅包肉发挥到一个就是这个味儿的那种感觉。它外头酥，里头嫩，然后呢，肉片是香的。嗯，肉片它没给你整点啥味儿，它全靠外面挂的那个汁儿。那各家调各家汁儿，再还有就是你炸这个肉的水平。哇，干吃都可以，放零食吃。这个零食吃的，嗯，这个菜我不用给大家推荐一下。两年前吃完以后，我就哇，想的我呀。来，我给你们来一筷子吧，这筷子肉够了的。干吃啊，我准备和饭呢。我刚发了一串电报，哇，这个咸香辣，我。天哪，这个味道吃起来像青椒炒肉，但是呢，它又因为用的是那个底皮，对，这个土劲儿，所以它跟青椒的那种软脆和到一起，觉得刚刚好，带点甜，然后炒的又是酱香的，还有辣酱味儿。如果家里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菜，就得回好几碗米饭。哇，慢点吃啊，口。昨天他吃到后面顶的不行，吃不下了，他怪我没拦住他。嗯，怪你们，怪不着，对，怪你。怪我也更怪不着，怪就怪东北的菜太下饭了，情不自禁的你就要呼呼往里炫饭。一碗。这一勺和到米饭上得多香。来米饭了。不错。咋样？特色，绝对特色。甜豆腐酱鸡蛋就是咸香味，就是和饭吃的。东北菜真的纯粹，没两碗米饭出不了这屋。尝这肉末茄子吧。老板说这是典型的东北菜，姜黏儿缺黑齁咸。我第一次见这个肉末茄子这么多肉末，真的是倒的稀碎啊。哇，我吃这个有种吃生蚝的感觉，茄子又是烂乎的，有点像那个像西溜的感觉，西溜生蚝的感觉，还有嚼劲儿。来，蒜末生饭，这小孩不爱吃饭就给他和。我终于知道人家为什么说什么吃饭松开裤腰带了，因为吃着吃着肚子就会，顶着你的裤子。我现在就有一种，富尚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裤子是去年的，他扎了一个那个弹力绳来了。没有带来了，但是咱单位的人，但是你现在看到了啊，他是陷进去了，弹力带的弹力已经发挥到极限了。就这一顿饭给造了，没事，木哥，我还有数据线。啥数据？大家裤腰带真的得松一松。来帮帮忙。别这样拉，越拉越紧。你别动，来齐心协力帮不上。哎呀，真社死啊！在东北餐馆吃一半，开始弄弹力绳。我妈冬天出去骑车子运动，板门牙磕掉了。昨晚还跟我汇报呢，我在11月19号的时候摔了一跤，骑车子的时候板门牙磕下来了。摔了一个月没跟你说啊？这就是，哎，她就是怕我担心嘛，就是说，家长都这样，就不说。然后还跟我姐、跟我老人们，谁都嘱咐了，哎，你可别跟乐乐说啊，可别跟大乐说，就不让跟我说。我中间给他联系，又打电话，装没事儿一样。你是不是打视频打得太少？打的视频打得少，然后批评我的同时，我要狠狠地批评上沐浴露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你那天晚上？然后我知道我妈的事，我干什么去了？哎，为什么说我呢？真是的，我也担心红梅啊。然后我知道我妈的消息之后，我爸说，我弟回了一句：“冬天别骑自行车了。”哎，我妈骑的公路赛太快啊！妈妈们，有事有啥事跟孩子 说，你们越不说，我们越着急。